马上呢，接下来第二首歌，听老歌好不好？接下来这首歌送给大家，这首《不得了》。
想不想？相隔，虽然相隔十个月，没有唱了一首歌啊，不回去。我今天唱起来呢，实在是回忆满满。今天晚间呢，除了阿布的唱唱好景歌，袂使唱一条的，对不对？对啦，我爱听好景歌的朋友哦，给我一个鼓励一下，好吗？老师，我们音乐响起，这首歌送给你们。当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，你们可以抱一抱身边的疼惜的爸爸妈妈。或者是爱人都行，哎，谢谢你，老板娘、老板，谢谢你 ，Thank you。小朋友爱听，都有小朋友爱听，对不对？
马上呢，接下来弟唱了两首的后面歌，哪里可以没有第三首，好不好？来，是我们音乐响起，来弟弟哦，留下眼泪。
来这首歌呢，本来我问爸爸，本来我爸爸呢，对我熟悉的大家庭都知道，我常常拉着我的爸爸就一起唱歌，因为我们那个地方是捕鱼的，那么捕鱼啊，我打刚去海钓，对不对？我两岁时咪呢，就是唱歌来拿出，所以呢，他就特别的爱唱歌。他说：“你今天晚上啊，如果你要唱这首歌呢，现场的朋友呢，本来是给你80分的，他们听到这首歌会给你加10分到90拿 A。”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了，等一下你们就听到好听的话给我表示一下，因为我的爸爸阿公也在看直播。老师，音乐响起。
隆重休息了。谢谢你们，你说追梦的这一条路上呢，没有你们怎么行？明年的三月是我做直播五周年，然后特别今年五周年我们在新加坡庆祝，有没有那一边拉拉队欢呼，气氛组的欢呼一下，我们就在新加坡庆祝，我们一起到游轮去，我把马来西亚的，我们本来就新马一家亲，然后我带着马来西亚的大家庭一起来到新加坡，我们登到游轮去好不好，线上的大家庭好不好，好的话老板在这边，因为位置有限，马上报名，就在三月二十三号，对吗？我有说错吗？都有啊，三月二十三号马上的，接下来这首歌很紧张的，看这边，因为他们都是在交流，在聊聊天，所以我特别告诉他们看这边，情人，情人，用那边号出来，都无注意哦，一刀一刀。
哇哦，可以吗？我们可以唱什么歌呢？这首行吗？最亲的人。我们尽量，我们帮你合音，好吧？老师，我。